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，say hi， everybody， 请台哥你先。大家好。我声音再小一点。大家好。晚安。掌声鼓励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静南。静南你好。静南哥，你有十分尽兴，刚刚钓上挪威亚的是景荣，不是你呢？我也很想飞上去。你也很想飞下去。好，那我们王董事长，我们在庆功记者会的时候呢，就让这个庆台哥飞上去了，好吗？庆台哥这次扮演上官金鸿，也做了一个很棒的这个角色扮演 cosplay， 也代言了你生命史上第一次线上游戏，分享一下你代言的新鲜装扮上官金鸿的心得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因为从来都没有拍过这样的，怎么讲，就是完全都没有。今天啊，打扮这样真的是非常高兴。我觉得这个是太好的机会了，谢谢谢谢。在这边也谢谢智冠集团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那这个景荣这次呢，你扮演了小李飞刀，然后这次你就挂上了钢丝。Do you like flying？ 你喜欢飞上去的感觉吗？当然了，我觉得每个人可以飞，他们很开心。最飞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很好玩。那时候因为年轻，这样我没有对的，不要跟他对面，我怕我就碰不到他。那时候是很好玩，有点痛，里面我穿。所以在哪个部位会痛啊？像下面跟其他的地方有。就是其他地方就是。是。比较低，比较低的地方，你可以指一下那个 part 吗？指你自己的。这边，这边。好的，小小的 training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的了。当然，这是成为小李飞刀，然后你要有长头发 ，long hair。Do you like 长头发？你喜欢 long hair 吗？其实我蛮喜欢，我觉得长头发适合我。但是有一点麻烦，如果我每天有那么长的头发，然后又出去玩，然后有风很大的风就跑出去了，是有点麻烦。但是我觉得蛮帅的，觉得蛮帅的，就是比较麻烦而已。有一点，对，如果长头发在家里就要拨来拨去跳舞那样，没有那么方便就是了。好的，跳手舞。